说，就是你有跟飞哥讲说你要开唱的这件事。那不是他还在天上啊？不是，他在飞啦，他忙着在摸岩啦。因为有提过，他说啊，不要口啦，因为他最为什么我这次会挑那个 Temple 的 King， Temple 的 King， 因为他飞哥他很喜欢我唱这首歌，因为我记得我上次上他的节目的时候，我就唱了这首歌给他听，说因为我这哥哥，我唱这首歌送给你，是那个，因为你就是。Temple 的 King 就殿堂的这个王，为什么摄影棚就好像一个庙一样，你就是里面的王 ，Temple 的 King， 所以就献给他。然后他听了很感动，然后回去晚上三点，他传赖给我说老弟，今天看到你开心，你就唱这个歌，让我觉得听到这个歌，我觉得我还活着的。他就说我觉得吧，因为他想说。没不要，我们这些老朋友、老战友应该常常聚会，不要说每次见面都在谁的告别式。